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突围中国选手孙杨登台领奖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突围孙杨与亚洲和季军合影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8月20日，在刚刚结束的迪亚加达亚运会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，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8秒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夺冠，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个人第二块金牌。突围中国选手孙杨向媒体展示金牌。中新社记者杜阳社